大家啊，听我伫讲即个迄款广播嘅主题吼。咧，阮我上较欢喜嘅就是讲吼，我小学迄个工商国民校嘅老师，迄个蔡顺志的老师，伊吼，伊专工为工商管啦。伊个伊款八十岁吼，啊，调过来听伊款小学迄个学生嘅迄个讲课，才讲我讲真歹势，就讲吼。听到好像你讲哦，老师听对不对？哦，啊，我想要来找这個主题，就是讲吼，我差不多四十年前吼，我当时我伫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我本身是为迄、那个研究经济啊，甲经济史啊，我要写论文的时吼，因为我伫找迄、那个迄款经济史内底吼，我真有趣味，就是讲迄、那个经济发展的中间吼。那迄个经济是会平，拢总会崩溃，还是讲会失去正权？这是我当时伫研究，我写论文的时候，啊，我好真拍拼找，所有资料拢直找，找讲看到底咱找着讲哦，无崩溃的有啊无啊，就是讲变经济有无崩溃，我较找吼，找过来十年拢找无安尼吼。所以阮因为有过去的即个家己本行的经验吼，即差不多迄个是讲讲讲的吼，民众的正权起来了的时候。我听着讲拼经济是，我安尼直接发着是讲，敢若等于亡国宣言同款安尼，我真恐怖啦吼。啊，即马啊，你话拼经济吼，啊到底是话题敢有合？啊，我最主要唔是咧批评政治，因为我当时迄款伫敢若二零零三啊零四吼，我伫台南敢若想台下倒去吼，头一摆举办个国际学术会议来底时吼，我发表我反对拼经济，七点理由有一寡误会，就是讲你咧批评迄个新的政权，但是我唔是，我是纯粹徛伫学术的内底。我今日所提的一寡问题，就是讲哦，我伫思考这個问题时，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有做一个迄个 PowerPoint， 但是是变哪个 PowerPoint， 拢知影。我有做一寡 PowerPoint， 可能差不多三十分钟了啦吼，啊，但是时间真短，两点钟尔吼，我唔得。唔但会了袂，我是无啥自信吼。啊，我尽量是因为我有早，我若去讲演时，我有早迄个留时间了。我真准时就讲吼，讲无了是我会跳迄、那个会跳即个跳到慢点遐吼。我若安尼是比较换迄个状态。所以阮我今日主题是讲，你为即个世界史内底看拼经济的亡国的结果吼，我是用这做主题。当然是迄款变作好即个主题的名吼。我是迄款想着，我想无吼，啊，我真正是，伊讲来来，我替你好啊，为这，敢若我看这真合着嘞吼，迄款为世界史看吼，但是我今日甲大家迄款报告就是讲吼，我毋是要讲学术啦吼，我是要甲大家共同探讨讲吼，到底拼经济来做一个国策是毋是有合理，还是讲是毋是好？我感觉讲有真正大诶迄款行行就是讲吼，到底变成一个产生什么结果？所以我今日的主题就是讲，因为整个咱人类有史以来吼，所有变成一个的结果是变成结果是哦，有真侪历史的啦。吼，啊，迄款最后我第十八点吼，就是迄款有第十点的迄款，敢若考唔是考这个，嘛讲考这个，就是讲疑问，就是讲吼，要予大家做参考，就是讲吼，迄十点的时候我会做一个较简单的解说。啊，解说了的时吼，恁大家摕转去恁家，啊慢慢啊思考，一礼拜、两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啊，反正就是讲吼，恁若有结论的时吼，恁会使投去迄个一般南门发过来去吼，讲我已经结论出来，我也是我就安尼吼，我解脱出来。所以十点的时，你不一定要全部答，就是讲吼，每个人答一点吼。比如讲，你讲变经济好，啊不变啥较好吼，你会使讲提出来解脱出来吼。啊，一般即摆要开始，我迄、那个这个主题内底是吼，我第一个特别开始迄款解脱就是讲吼，咱用真古铁铁的历史吼来看这个经济，就是讲，咱迄款这个人类历史内底是吼，我想要提一个例，就是讲吼，咱来分析台湾甲海南岛吼，这两个所在共同的文明，因为吼，这个台湾的面积甲九州甲海南岛拢差不多啦。三万六千前后的迄款面积吼，啊当然人口有无共款，但是咱看历史，你甲看迄款迄落一平面的迄款迄落海南岛吼，
即个汉朝的地图是迄个汉朝时代汉朝的地图，就是讲，差不多两千几年前吼，汉朝已经偏入去中国文明的内底，但是伊迄两千年来吼，伊拢做中国文明内底的变进，所以伊差不多两千年来拢做无啥变化无大劲吼。伊迄款两千年来文明，就是讲吼，拢伫中国的变进吼，啊，逐项拢落伍，就是讲文化、无论经济拢总落伍。到差不多迄个改革开放的时阵吼，伊要算是讲伊的经济吼是中国所有的一半尔，就是讲各地的差不多一半，所以伊上界歹。哦，即摆较好点对吧吼？但是咱来看迄、那个台湾吼，台湾入去日本的文明的迄款内底偏入内底的时吼，差不多五十年尔吼。但是咱台湾咱个注意看就是讲台湾吼，伫迄款1940年代就走入去迄款。近代产业国家，近代产业国家就是讲，什么款条件吼？迄款迄个工矿业吼，超越迄个农业林业安尼吼，就是讲已经进入近代化国家。唔是即老家迄个呢，就是讲40年代，你甲我统计表，就是讲迄、那个生产金额超越迄款农业的吼。所以即、這个文明就是讲吼，那差很多。为什么那差很多吼？迄款我来解破这个理由，就是讲。汉朝文明啊，甲台湾文明吼，那差较遐济吼。迄款咱来看迄款迄个文明吼，就是讲，伊汉朝是即个迄个边界有边界历史文明吼。啊，台湾即五十过去五十年吼，就是说拄着啥呢？拄着日本的迄个明治维新近代化，近代化的内底是吼，无用真简单文字表现吼，就是。我电头写迄款字，就是讲文明开化、俗善行业，这是一个破浪，这是一个破浪，就是讲吼，伊迄个文明的破浪是吼，为日本明治新了时吼，抢去台湾过来，啊，佮为朝鲜半岛，啊，佮有半洲去，所以迄款闹烧即个迄个破浪内底迄个加入迄个文化款内底吼，拢总真好，就是讲我爱解释迄款迄个一个现象，就是讲吼，你拄着吼，会拄着的对象吼，比如讲用迄个较简单，咱台湾普通滴用的，就是讲，你选着好的对象的时吼，你的运命就决定伫遐对吼。啊，即个选择的对象的时吼，当然是当要选嘛，无一定选得着。就是讲，你要找对象的时吼，爱找一个讲较好的对象吼。啊，咱用迄个真人历史的迄个来看，毋免用较早，迄你讲起来真多吼。但是呢，咱单纯吼，看讲即个迄款即四五十年来吼，咱整个人类历史内底，你比如讲吼，东西冷战的时代，就是讲魏晋啊，啊到即个迄款九十年代吼，苏联甲东欧崩溃了，即差不多迄个四五十年，将近半世纪内底是。你交到美国的国家吼，拢未歹啦吼。啊，交到中国甲苏联国家拢真不幸，经济歹，谈落歹，啊无自由。所以你若讲嫁到好翁，啊，就算得讲真顺吼。啊，若嫁到一百步啊，伊款即个真不幸的时吼，你就人生就差不多拢归遐去啦吼。所以我感觉经济有哪共款，我讲运命就是讲吼，你交到的好朋友，也就交到好对象。你若假设讲，交了真顺，迄、那个对象选择了好势时吼，啊，就会真顺吼。啊，经济为咱甲这同款，当然是伊款有真济条件，但是，这运命吼是决定伫遐啦吼。啊，所以就是，我小可迄个时间小可大家报告，就是讲吼，我总是选18个迄款主题去要讲吼。但是一般我算一下，两点钟的时间哦，一项的主题拢差不多一般，六分钟到七分钟哦，所以我会用真紧，但是有真侪我会省略，就是讲尽量了大家思考的吼。啊，因为一般，若假使讲以后感觉讲我讲的时间是过短，啊，记忆力是过少吼，啊，咱搁再算一次吼，搁再讲一摆嘛，不要紧的吼，可能爱搁补充吼。我是比较点吼。现在已经差不多，大学我已经无去啊吼，我真紧，因为大学甲读书真紧啊吼，
啊，飞机票贴，啊，下底卡车，我就飞机转啊。所以伊款，一个月转来一间房无关的。所以若讲有必要时，我嘛会真真常转来咧吼。比较着时间较长点吼。所以伊款每个下晡我讲的时间是超十分之准点的吼。我当做一个形象是诶说明的吼。啊，我讲的第二题目是讲吼，要为这历史来看这民族甲国家所遭遇的迄个真侪迄个无同款的问题啊，对的吼。因为吼。但这文明内底是有文明的迄款这对话，还是讲有文明的冲突，就比如汉晋同吼，对无？美国只汉，伊嘛是讲文，伊处理文明冲突吼。文明有文明的交流对话，啊有迄个冲突，啊文化嘛是文化交流，甲迄个互相迄个无迄个摩擦点吼。比如讲二八事件吼，本质上是物件，就是讲台湾。真历史真长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甲中国的文化发生摩擦，这是迄个问题发生的本质吼。所以文化的本质，啊国家有斗阵啊，甲离开分离的迄个文明伫咧。你看这点是吼，咱普通是要看近代迄个国家民族问题是吼，咱有真济所在吼，拢会迄款受着传统的教育影响。所以袂做客观这个迄、那个分析，吼、哦。但是一般吼，你若看迄、那个较客观来看迄近代历史，咱近代历史来看吼。比如讲，我用一寡例互你读做，比如讲丹麦啊，甲挪威伊嘛捌斗阵做过国家，啊做了袂好势，佫分开。啊丹麦嘛捌甲迄种瑞典做一国家嘛，佫分开，吼、哦。啊是讲迄款。真济，迄款迄个拢是安尼，真济欧洲的国家拢分分离离安尼吼。啊，比如讲，最近较分离的嘛真济嘛，比如讲捷克甲斯洛伐克啊吼，伊些嘛是斗阵了，啊变做是啊分，迄个分开。啊，比如讲，日本甲台湾、甲朝鲜啊、甲满洲关系，到底是甲什么关系？感觉是我不时会想着讲吼，迄个英国吼，伊是四个国家的地方，比如讲苏格兰啊、甲英格兰吼。啊，甲威尔斯吼，啊，甲爱尔兰，因这算作讲，大家斗阵个啊，做一个国家，啊，但是做了袂好势是，啊，就拆开，几年前敢若敢美国国产敢若，有跩甲迄款，即摆有来迄个台电视，迄个敢若为迄个，伦敦啊去甲迄个苏格兰去旅游吼。啊，真趣味啦！就是讲，迄款迄个苏格兰遐就对于哦，千军啦，千军。啊，伊内底介绍拢总伫骂英迄个骂英国，内底介绍你啊城啊遐拢骂英国吼。啊，这本来吼就是迄个无同民族，因为苏格兰伊也是迄个德国系，啊，迄款毋知迄个英格兰是用迄个日耳曼的系统民族，啊，苏格兰伊也属于迄个基督徒，叫做基督徒系统吼。所以无同民族，但是恁家己。好康的时候，啊，然后四个民族国家做联合王国，做大英帝国。啊，大英帝国当你兴的时候，你嘛有受到迄个因为滴咧吼。啊，但即摆感觉讲，家己独立较好，啊，第三下啊，所以款情形吼，甲一寡即完全同款，就是讲过去日本甲台湾甲朝鲜甲反正嘛是同款，甲英国同款的迄个情形。所以有影下下吼，即在整个历史看起来吼，并毋是讲有是真特殊的。即咱凊彩找，就是讲吼，分分离合合吼，即算作国家比较有名，拢总有关吼。所以，当你看整个迄个国家的有名的时，啊，民族有名的时吼，咱算作讲选到好对象，咱大家共同进。啊，若找到歹对象的时，失败吼，即算作讲甲大家迄个提醒一下吼。啊，第三项是迄个，我咧甲大家介绍就讲吼，咱台湾普通伫对即个迄款殖民主义啊，甲社会主义理解，我敢讲有真侪误解，因为这个也是个人环境的关系。因为啥呢？因为普通殖民主义，咱即摆有咱真少爱用，但是殖民主义吼，在即个十九世纪的时候，是人类上界权的理想是殖民主义。因为啥呢？当时你免讲列强啦吼，你连迄个军事国家，比如讲吼。比利时迄嘛真细，伊非洲嘛算是民地，啊是讲迄个丹麦迄嘛还较细，迄阵较高，即摆是超过500万啦，但是伊嘛是民地，就是讲，在迄个人类历史的时候，十九世纪，
是民地是迄款人类内底是真向往的一个迄款主义。吼、哦，迄阵任何国家，无论讲你大个小个，是拢讲真爱讲，我嘛爱有一个啊两个是民地吼。啊，迄阵的迄款个是民地理论吼，拄拄啊甲啥个？甲迄个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了是取代是民地主义，变作讲人类共同的理想。所以咱内底若告诉讲有去海外留学个，也是讲有伫卡米生活过来吼，嘛拢有受着迄个社会主义影响。吼，迄阵不但个下下教授，大家话是吼，好个社会主义影响有够深个，迄有些时代滴个。但是呢，实际上吼，迄个是民地主义吼，啊甲即个社会主义伊有真侪迄个同质性，差不多差不多啦。什么所在同款呢？就是讲吼，是民地主义吼是。即个世界主义，伊个本质上是咧，迄个世界主义吼，可能讲做cosmopolitan 吼，就是讲有一个世界主义的迄个吼。啊，两项拢总是是民族主义，啊，小众是解放思想吼，就是讲解放的对象不同款。是民族主义伊所思考的迄款主义的思想，就是讲吼，先进民族要来解放后进的民族，要来提拔吼后进的民族。啊，社会主义就是讲，迄款被榨取的阶级，骗抓迄款来迄款迄落来是解放，这种感觉是啊，所以有真侪迄落东西性质的吼。我无讲一个时间来迄款介绍迄落东西，但是呢，实际上十世纪，你若毋是讲做有做学术研究的吼，你迄款二十一世纪的内底是哦，受社会主义影响真多吼。可能讲以社会主义的观点去批评殖民主义，但实际上吼。两项是差唔差物，差不多差不多，这块我也是安尼讲。啊，但是建后就是迄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这整个迄个迄款世界迄款思想史内底，也是讲社会主流的意识内底吼，有一个迄落真正大偏向吼，就是讲中国啊加罗西亚，就是讲德国。所有建楼，恁甲看所有的迄款伫写即个迄款殖民主义历史的文件内底吼，无半本是讲将中国，也是讲迄落俄国吼，伊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写伫册内底，差不多我找拢无。啊，但是渐渐我伫图书馆伫找的时吼，渐渐来伫写人类的迄落殖民主义的历史内底，拢总有啦。中国嘛，中国伫殖民主义，甚物个殖民是安怎？伊做台湾分析，也是讲。迄落俄国的嘛，有啦，即条路拢无，就种吼，社会主义迄款的意识吼，破坏大了的时候，就将即个迄款殖民地主义的思想吼，将即个内底是剔掉迄个俄国和中国吼，所以你若讲对即中国的殖民地主义，啊甲迄落俄国殖民地主义吼，伊遐呾扩张，是你若有趣味啦吼，因为我同做详细说明，恁看渐渐的历史内底拢总。当中有七种，也是偌济，迄落说明叫中国殖民主义安怎发展来？比如讲，为两河文明，啊，甲长江文明是安怎关系？啊，是安怎为北啊为南来？吼，迄种种啊，正常情况啊，正常也是无做深入解剖，啊，是讲毕竟来做一个迄款参考吼。啊，还佫有一点的是，迄落因为我这个月前的是大家得讲的是吼，伫欧洲回来的迄款学者吼，因。真少去想着讲即个迄款社会主义内底吼，啊，我甲号个叫做儒教有明显个迄落社会主义，因为即点吼，学者内底真少提起。